救护人员拿出电锯，想办法将钣金车门锯开。驾驶右脚被卡住，受困车内，他左手已经变形，救护人员得左右找缝钻。他那边还没有钻，你看到吗？轿车整台卡在安全岛上，草皮也被铲掉，耗制杆被撞断，车头更是烂如废铁。AED 不建议电击，该驾驶已经意识昏迷不清，呈现欧卡状态。驾驶被救出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，送医不治。抽血值换算呼吸值为 0.48， 于是操作不慎而失控，自撞中央分隔岛路灯。44岁的黄姓驾驶住新竹峨眉，平常在家开的小吃店工作，这次疑似因为酒后上路，刚过三湾的平安大桥，人却不平安，自撞身亡。这很严重哦。同样是酒驾，这名外籍男子倒在苗栗卓兰140线旁的沟渠内，满头是血，意识不清。救护人员费了一番功夫才将他抬上担架送医，抽血后发现他有喝酒，酒测值0.93。骑乘重机车自撞路数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名男子6年前以就医的名义来台，却没如期返回印尼滞留至今，直到这次酒驾肇事才意外被抓包。就彭志明、陈国仁、郑景成、苗栗采访报道。来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、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